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，分辨着方向，直觉在导航，要前进还是退让。想变得强壮，不怕孤单，免疫悲伤，想保存倔强，燃烧的心加速滚烫，那又怎样，保持着微笑的模样，嘴角欢喜上扬，那又怎样，为什么要一模一样，谢绝模仿，有点嚣张，有点疯狂，因为你跌倒受伤，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，分辨着方向，直觉在导航，要前进还是退让，想变得强壮，不怕孤单，免疫悲伤，想保存倔强，燃烧的心加速滚烫，那又怎样，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，分辨着方向，直觉在导航，要前进无法阻挡。